大家晚上好，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先假设看看，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到放松的空间，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我们现在正在坐在一个宽广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都是无际无边的。坐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念头与挂碍全部都放下来。我们的心通常会往外去执着外在的人事物，执着到一段时间，我们的心就会感到疲倦、劳累，有些时候感觉很欢喜，有些时候感到悲伤难过，就这样起起伏伏。我们现在就让心休息一下，方法就是我们要先把那些念头放下来，让心起起伏伏的念头，也就好比我们用手拿着一个重重的东西，拿到一段时间，我们的手就会感到酸酸麻麻，我们应该把那个重重的东西放下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啊，我们就把那些重重的念头全部都放下来。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当我们懂得放下，我们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放松。现在哪一位还有很多杂念出现的话，
หลวงพ่อทั้งจริงเจนอีกว่าอีกฟังฝาว่ามันคือจะเสียคัน现在自己将要准备离开人世间，在这个时刻，是我们要完全放下，现在去担心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还在世的人，他们也可以继续生活。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然后我们就开始以最轻松、最舒服的坐姿来打坐。我们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坐姿，一定要达到标准。或者一定要把庄园都没有。现在我们先以轻松、失败为主，轻松、失败为主。失败这是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面，有轻松舒服，有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就先以轻松失败为主，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我们的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
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我们能够这样静静地坐，舒舒服服地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后我们再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身体的上半身会稍微膨胀。气的终点也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全部都排出来，感觉轻松、失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先安放在舒服点那里。我们感觉哪里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在身体外面也好，在身体里面也好，或者在身体的中央点也好。都可以哈。现在，我们先让我们的心在舒服点那里休息。舒服，最起码的就是我们感觉把心放在这里，虽然还没有达到100%的舒服，但是我们觉得把心放在这里，都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当我们的心轻轻地碰触舒服点的时候，感觉就是那么轻，那么柔，也就像羽毛从空中慢慢地飘下来。轻轻地碰触水面上，感觉就是那么轻，那么柔。我们的心在这里休息，失败失败的休息。如果我们能够让心完全宁静定下来的话，心会自然而然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让心在舒服点这里休息一下，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แต่ชั่วนามาเจียจะจะชิงตาเจียก็จะเลียนสีอีเชีย
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的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毗卢遮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ต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งปั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ะ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ะ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พะวันตุเต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通。人当往生的时候如果心很明亮，就往善道；心浑浊往恶道，心不明不浊，就先去阴间去审判阎罗王会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呀？吃饱了吗？不会，不会问这个问题，问。
你曾经看过在人类中的天使吗？天使巴利语就做 Tewatuda，有看过吗？这位就回答说：“什么什么什么是天使？不懂啊。”那阎罗王就跟他讲说：“你没有看过80、90、100岁的老人家吗？有看过？那你都没有什么感觉吗？没有提醒自己说我要认真修功德了，因为总有一天我也会跟他一样。”有想过吗？没有。哦，那这样子的话，你有看过另外一个天使吗？什么天使？有没有看过人躺在地上，地上都有大便、小便，他没有什么体力可以自己站起来，有看过吗？有看过。你都没有什么感觉吗？有看过人死亡吗？都没有什么感觉吗？到最后就怎么样呢？都没有想过，就直接下地狱。中间如果谁还可以想起，哦，我那一天想起来了，我稍微想到，然后我去修功德或者行善，还可以往善道。这个了解哈。但是大家最好不要落在这个地方哦，就直接往善道比较好。悉达多太子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而出家，你们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呢？对，他出城的时候，他有看到这个天使老病死，对吗？后来他才下定决心说要出家了。那这些天使可以让我们减轻什么？就是刚才讲过的，记不记得？你每天看到的都是天使哦，了解吗？但是我们习惯了，好像他就是我们自己人，自己人没有看到的总有一天跟你说，这个就是天使哦，要小心了哈。另外一个故事，这是一位很有名的女居士，大家有听过几孤独长者吗？在南传佛教有另外一个女居士她叫做毗舍虚女居士巴利语就叫做维萨卡。如果你去南传佛教国家，提到这个名字他们一定有听过的他是跟基督徒长者差不多有名在哪个方面有名呢？在布施方面喜欢护持佛教佛陀立他为布施第一，在女居士方面这位维萨卡居士有一天他想去寺院持八戒，他就看到很多女生一群一群的坐在一起，他们也是持八戒的。这位维萨卡居士也蛮好奇的，就去问他们先去问一群阿嬷，阿嬷，你们为什么来寺院持八戒啊？阿嬷怎么说？阿嬷回答说：“我想获得天才，天上的天，财富的财。我想获得天才，我才来这边持八戒，这什么意思？我想升天，可以往善道。哦，这样啊，他就走到另外一群人这群人呢是是大女生，年纪稍微大一点，但是还没有老。那你们持八戒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就回答说：为了不要让我的丈夫跟其他的女人在一起，所以才来持八戒。简单的说，
不希望老公有小老婆啊，因为在印度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一个男生可以娶很多老婆，对吗？然后去问一群中年女生啊，你们为什么要娶八戒？为了第一个生产的是儿子，不要是女的哦，要男的啊。然后走去问另外一群啊，年纪更轻了，更小。那你们呢？我是希望为了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嫁出去，才来娶八戒。维萨卡女居士听完了，就去找佛陀，向佛陀报告。我刚才去问他们做什么田野调查，为什么要娶八戒的原因啊？佛陀就说，有没有发现他们回答的？都是在欲界里面的，都没有人讲到什么解脱，都没有人讲到什么要脱离什么诸苦都没有，只有讲到什么，我希望我能够赶快嫁出去，哦，如果结婚了，就第一个生的是什么？男孩哦，如果已经有了男孩，希望我的老公不要有小老婆，那。年纪大的有小老婆都无所谓了，我要升天。他们的想法都是在这个欲界里面，然后佛陀就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老啊，会将众生送到病，病会将众生送到死，老送到病，病送到死，然后死就怎么样呢？砍掉了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行善。”像什么呢？像牛夫用木棍把这个牛群赶到工作的地方那老跟病也会把我们赶到哪里？死亡不晓得可以走到什么时候，总有一天炸弹爆炸了，就到那一天为止。那么，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有这个不放逸这个法呢？正念有帮助。什么是正念？正念就是能意识到何为是非对错的精神状态。有正念的人能时刻的提醒自己不做坏事，不会因疏忽而失手。能用清醒的神去判断一切，这个就是正念，正念像什么？大家看呢、正念像心的梁柱，知道梁柱吗？梁柱的功能是什么？对，这才叫做好的梁柱，对吗？正念也是一样，让心不散乱，它是很坚定的，不摇动的。可以专注该做的事，这个就是像梁柱一样。第二个像什么？守门人，知道吗？为什么像守门人？守门人要先看谁要进来，对吗？谁进来？哎，陌生人不要进来，你在外面等。那我们的心也是一样，如果有这个正念，这个正念也会检查。什么东西会进来？有六根跟六尘，六根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跟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正念就要发挥功能说，你不要看这个，为什么？你要看这个的话，你会起烦恼，听得懂吗？如果你看到了你的心会非常烦乱。这样了解吗？正念让我们，当我们听到什么声音比方说听歌啊，听歌会起烦恼吗？会本来心是平静的，但是当我们刚刚听完歌来打坐怎么样？什么什么阿拉行没有了，就变成那首歌，对吗？这个正念也会提醒我们啊，不要去听。
正念好比财政大员，知道财政大员吗？财政大员就是管钱的，就是说他会来检查预算收入跟支出哪一个比较多，这个正念也会来观察我们的功德跟恶业是怎么样，哪一个比较多是不够哦，要怎么样呢？功德多多多多多多，然后恶业极少的才可以。正念好比船舵，知道船舵吗？船舵是什么？还是在哪里？船的什么地方？尾啊，尾巴，对吗？有这个船舵，可以控制这个船到哪里，到对的方向，对吗？这个正念也会让我们的生命往正确的路线走到我们的目的地今晚努力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